两位小小朋友的热舞表演抢过所有受表扬者的风采，获得最多的掌声以及喝彩，把现场气氛带到最高潮。中山区在通明里民活动中心举行113年26位模范父亲暨16位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活动，这两年来都有相当热闹吸睛的表演活动。去年则是邀请与会所有人员一起大跳鲨鱼宝宝舞，娱乐得奖的模范父亲以及好人好事代表们。今年则是这两位小小朋友，小男生幼儿园刚毕业，小女生则是国小2年级的热舞表演。包括市长谢国良、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以及市议员宋伟立、郭美秀都亲自出席参加，议长童子伟和立委林佩祥则是有事派代表出席致意。市长除了感恩模范父亲及好人好事代表之外，也强调市政府用心突破20多年来相关限制，为中山区大庆大城社区重新铺路，希望让大家行得更安全。感谢你们一辈子的付出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表扬是真的来感谢大家，也因为你们见过了这个幸福又祥和的社会。最后也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里长、理事长对小爱爸爸跟我们市政的一个关心。跟我们今天到这个和庆里的陈家和里长那边，把我们大庆大城的20几年没有铺的那个社区型的道路开始重新刨铺了，因为以前大家都说是社区的道路进不去嘛，小爱爸爸把它进去了，然后呢现在让这个新的路然后可以刨铺，这样以后大庆大城就有一个安全而且平稳的道路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市长及议员等人也和所有受奖者以及家眷们开心合照，气氛热闹圆满。记者吴俊松机动报道。